我的大锤。跟你讲啊，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打地下室，我直接好不好？柴气耳拿起来，烧麦烧起来。我们等一下战术就是炸开烧麦，炸开之后 ，Noman 射个仙锤，然后焦土人就直接挥锤子走进去。我要锤子跟他们拼枪。我给自己设下目标是，如果今天比赛没有赢的话，我就退出时光街。哦，我压力好大哦，我要把商城所有东西都买下来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紧张，我很害怕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对面有 Flash 跟老皮，也太不平衡了吧？白痴，有 Flash 跟老皮，我们要打屁呀、啊！对啊，这分队 What happened？ 虽然紫璇也在对面。哎、欸，子璇，你也有观念好不好？没有枪法，但是也有观念好不好？啊，我今天在活动才跟凯奇聊完天，就他也在对面。干，真的都不能相信哎、欸，这些人不知不觉变低了。干打木屋、喔。嗯，哎、欸，嗯，不是咖啡馆。哎、欸，那个厕所木屋是干嘛的？木屋什么？木屋就是我们十个玩家去里面，然后自己选自己喜欢的房间，然后大家晚上一起萤火晚会一起玩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对，差不多玩法跟 RP 是一样的。开始了，开始，开始了耶！救命啊！哇，怎么不知不觉就开始了？干什么嘞？焦土，你玩过这张吗？有。不过我也不是很熟。没关系，尬了这张也不会，你信我，尬了这张也不会。可以。跟我一样，专精咖啡馆。我看我选 Rook 哈，我们这边都是拼枪仔哈，选 Rook 大家血多一点点，大家玩得开心點。可以。要不再来个医生？我们战术就叫做各自发挥症啊。好。哎、欸，我们没有电哎、欸，什么都不用是不是？不用啦。啊，我电。各凭本事症，各凭本事症。我不会停电了，白痴哦、喔。我干。白痴，我编辑玩那么久也没在停电的、啊，谁跟你那边？哇！我突然什么都不会玩了，我要去哪里？哎、欸，这个地方对面有 Flash， 你也拜托一下。说的也是哈，那也不用出的啦、啊。不要想那么多了啦。我被发现了，我要死了。还没开始。还有个便当，随便拿。我吃完了。我吃完了。要烧了。烧了！想要离开这里。点便当的时候有人来，这很尴尬、啊。Hatch， 那个酒窖的 Hatch。干什么 rush 啊？他们很想下班哦。有两个。哇！哇靠！靠你啦，大哥！那、啊、我这一种都没有。Fresh 打了，冲啊，各位！冲啊！冲！哎、欸，外面没人。贼。贼，你看，贼应该迷路了，你不用担心，他应该迷路了。就他一个人装包。赶快，我们赶快让开枪，给他压力。我看到了，哪里？哇！哎、欸，是。我害怕了，哎，他走在路了，掉下来，真的迷路了。那为什么他保鲜膜看起来那么硬啊？对啊，好硬啊、哦！好紧张、哦，我玩这游戏很久没有这么紧张了。啊！哦，不要打我！怎么办？我如果没有赢的话，我妈又跟我断绝父子，没什么关系。没有人敢进去，是不是？啊！掉彩虹！啊！反正最高那一楼了。按错。哎，出来了！直接冲出来偷位，好凶哦！想不到吧？我被看到了，我要死了、啊！对不起，抱歉，我被吓到了。我冲进去哦！你要是我冲你的楼梯，帮我加一下，我冲你的楼梯哦！我跟你讲，根据刚刚 JJ 这样的地图观哈，我觉得一定就是地下室或是二楼了，因为一楼他可能很容易找到。那我们地下室好了，好，地下室。好，地下室。那我要调皮了。你要调皮的话。没有，我的调皮没有那么调皮，没有那么皮，违叛逆，大概介在13、14岁左右，还没有完全叛逆期。一阵我飙一下，封一下，我还有我封，那我封，好，可以，那抓重点，这里应该还有人，我要打吗？
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大门口，车库。车库怎样？车库没有封啊。车库没封，你们很勇敢呢、欸。车库没封。我没有脚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还有一颗。来不及，不行，不行，你现在不能，啊、你现在不能封。哎、欸，那个车库，车库，我有个暗影，帮我看有没有人，有人跟我讲。爆了！碎碎碎！我硬猜哦，他吧，硬猜。后面，外面！子璇，水鬼哦，送外面，我以为送外面子璇呐。水鬼刚刚已经死在那个洞上了。靠腰，我没听到水鬼死了。不是，而且子璇也开太多枪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全部打在尸体上，好狠啊！ Flash 在地下室，地下室啊，他在车库那边。干，我刚不应该大炮的，没打眼，白痴。哎、欸，靠腰，我被夹到了，可以救我一下吗？啊！你趴在尸体旁边，假装是尸体。有人了，我这里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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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惜、哦。两边都来了。子璇干什么啊？杀人魔啊！子璇第一名啊！他把他分队的路径发现在我们身上了。我打不好，我演尸体演的不像。没有没有没有。你是刚好很帅遇到 Flash， Flash 把我干掉了，他进球掉了，太屌了啦！ Nice， 在右边，在右边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在这个墙左边，在这个墙外面，你要死！哪个墙？铁丝网，铁丝网就是酒窖，酒窖。你右边墙会被穿，瞄低一点好。装了，装吗？是，太猛了吧！好猛哦！啊啊！好吐啊！耶！我操！我操！哎，我的车子掉火里会爆炸哦！废话！我以前也做过这种事、欸。哪想当防弹车？哪家车？哪家车撞火里不会爆？哎、欸，他们通常会从二楼丢出来，还是一楼？哎、欸欸，没事。哎、欸，四个人。他们 TK， 他们 TK。四个人，四个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这场打一个出奇。二楼怎么样？好再打个地下室，啊、还是二楼是打个二楼，然后我选个 2.5， 看看对对对不对外面。想偷啊，全员偷起来是、欸？你不用全员偷啦。二楼，二楼难守哎、欸，二楼玩谁啊？我不知道玩什么，我像没守。真的吗？二楼难守。那我也要偷。哪里是对外窗啊？每一扇都打开就知道了。每一扇敲个洞就知道哪里对外了。没不掉。嗯，怎么又TK？ 太好了 ，nice， 我在这里跟凯奇聊天有用、啊。谢谢凯奇，谢谢凯奇，你今天跟凯奇聊天有用、啊。对啊。我个大锤！跟你讲啊，我觉得他们还是会打地下室，我直接好不好？柴气儿，拿烧起来！烧麦烧起来！我们等一下战术就是炸开，烧麦炸开之后 ，No Man 射个仙锤，然后焦土你就直接挥锤子走进去。我要锤子跟他们拼枪，子弹射过来就把那个子弹打掉。屁呀，原始啊！哦，来，李鬼。哦哦，哎呦，碎！散弹枪，我还没到，我靠，这么远！你这散弹枪好扯哦！这一把特别远。陆弹仔，陆弹仔，哇，你们两个的血加起来 ，S 六八六，挡一根头发。哇，你们两个血加起来差不多就是倒了之后拉起来的血量。我来了，拔当耳，拔当耳，会有人来打、啊。有人冲出来了。哦、你要听电吗？我没有听，我不听。好，我不听。来首歌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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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他会羡慕你了，他会羡慕你。我放飞了，是是是，可以啦可以啦，放到 flash 球。这怎么办呢、啊？没得搞，没得搞，没得搞。啊，谁挡在那？哪有？我刚刚地下室进雪车没有呢？没有啦，厨房，厨房，厨房啦，靠背啦，猎物啦，猎物，厨房啦，厨房啦。那是厨房魔人呢、欸？真是厨房魔人呢、欸，太厨了吧！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在游戏里面打字 ，Flash， 我都看你的视频。我真的都是看他的视频哦。完了完了，他们认真了。完了完了，认真了，我们完了。走开走开。嗯、哦，没事，抱歉抱歉。居然叫人家走开。我去守后巷。有人在发现我哎、欸。有长车吧？有个卑鄙的小车在那里。我找不到那个卑鄙小车车，我很害怕。我打掉了，我被扫哎、欸，打掉了。欸、有人烧？哪里烧？哪里烧？哪里烧？你啊！啊！我死掉了。我、欸、干、哦、你娘！起来！哎呀，没跑过。哎呦，怎么死？怎么是盾呐、啊？啊！好可惜啊！感觉正点了。哇！没事没事，光圈的啦。哼，动起来！我就赌厨房。当时那个吗？地下室？厨房也没人呢、欸，地下室吗？对对对对对，很贱呢、欸。地下室吗？对对对对，地下室。干，这什么战术脑啊？干，白痴哦 ，Bendy。哇 ，Echo 掉了、啊。在哪里？那个机车后面的那个垃圾桶。我靠！哇，我完全没看到啊！哇，完全没看到他，还没杀一堆人！哇靠，他们躲在那个厕所那边，我不知道这怎么办。没有，楼上没有人。啊！鸡鸡，再见了各位，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开台了，可惜。再见。Mona 订阅我都最后的分享，再见啦，退出时光圈啦，不当时光主了，改当直播主，还敢玩文字游戏啊，屌水！哎、欸，他们这样有钱呢、欸，很屌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好爽哦、喔。好爽哦！干，我现在，妈，我现在就开车去桃园叫他请我吃一碗的欧阿米爽。白痴哦！但你顺便来士林载我。